我们继续拍街道啊，先没事拍街道，看看有几个开业了。这个，开业了不少。继续吧，继续，看看我们这奥德萨这个有几家开业。刚才那几家的房子都空了，都是关着门，都是空着。宠物店这个也都空了，全都是关着，就门口那几家开着的嘛。走到尽头看一看，走到尽头看一看，看看这所谓的物资充沛的奥德萨是什么样子的。物资充沛的奥德萨，我这个地方也没法指价格哈，大家就这样看看吧。行了，这个街道拍完了。